正所谓红色的跑车是带着神秘，金鱼的跑车呢，一个字，好很贵。各位车迷先收起啲菩提子先啦，先系 M5 过百万，余文乐出名外车，2008年就俾我哋影到，不过架车扮靓靓。跟住阿 Benz 啊，又系过百万，2008年又俾我哋影到揸住架 Benz 去打边炉。好啦，出场啦，林宝坚尼。先是格拉多级跑370多万，你车过当时女友 Carrie 那架呢？再是前年这部800多万的 Aventador 级跑，够尾未啊？今年4月呢，就有读者影到他去了文拿伦 showroom 看车啊，9月而已，价值650万，全球限量500部，香港得10架的文拿伦 675LT 出现了在他 Instagram 啊。当然如山张车呢时呢，还包括日前被抄牌这个波子呢。